马克现在有头发没头发差很多吧？那头发少到连路都嫌弃我那颜色。这十年就是能用的方法，我真的都用尽了。真的唯一最后能够解决问题的就是魔法布。我觉得不管是使用任何的抗秃方式，只要不会造成后遗症的话都好。第一个，我植发过的地方的头皮变得比较没有知觉。从植过发之后，我是没有办法靠在椅背上，因为我只要靠上去，我就开始头晕恶心。这顶假发那时候你买多少钱？4万5。有植过发就觉得太便宜。真正厉害的家伙，他只要做局部固定，他就可以很牢固了，因为他是开板开模，量身刻制。对，其实就算没有上任何胶，戴上去也是很服帖的。以前发量少的时候，我很不喜欢戴安全帽，因为我只要把安全帽一脱下来，整个头发是扁塌到不行。在使用魔法布的发片的时候，我也会担心过同样的问题。结果后来我还完全没有，脱下来没问题。哇。